买的，花了7000。是当什么年份买啊？清朝的吧，画的是100个小朋友。这种呢，纹饰我们叫婴戏。其实，在瓷器上的婴戏的纹饰啊，早在唐代时候就有了。那么我们一看绘画啊，也是清代晚清的一种粉彩的绘画，表情啊非常的生动，上面还有描金，这都是晚清时的表现。东西应该是对的，是晚清，也就是同治到光绪时期的粉彩白子图小天球瓶。太好了啊！这种东西属于民窑的，一般民间的交易也就在3万左右。好，谢谢。